用这个小生命吹奏笛底，让这个乐音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你就永远记着这首歌，就是阿美族马兰姑娘，你们只单独发了闹。那同时呢，我们邀请的是全阿美族最会弹钢琴的美女，就在后面，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来搭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如果各位会唱，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这三路发了闹。